吃饭。龙虾。这个龙虾就是没有肉，光说那个味道。姐妹们那边龙虾多少钱一斤？我们这边这个龙虾就是没有肉，光吃这个味道。姐妹们那边龙虾多少钱一斤？我们这边8块10块。浪费龙虾。洋芋。爽脆黄瓜皮，猪脚杆。
脆黄瓜皮配稀饭。夏天喝碗粥，然后配点这个小咸菜，好爽口。好吃，好舒服。